华伦敦华人宣道会的主日崇拜，让我们安静心灵，预备我们的心去敬拜神。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伦敦宣道会，一起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请大家先在我们的座位上安定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心，准备我们的神的到来。宣召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我会用广东话先读出。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今天的宣道经文选自于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时间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圣哉，圣哉，圣哉！全然圣洁的神，全能的主宰，让我们以诗歌《圣哉三一神》歌中的歌颂我们三一的真神。请大家起立，圣哉，圣哉，圣哉，六章九至十三节，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去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让我们以诗歌、主祷文教叫我们学习主教怎样我们去祷告。天父，你名是多么美，名要遍全地。在祷告良辰，静观你的美，天际我沉默主座前，无用多片言。在祷告前，你清楚我需要，却
信心的眼睛，风暴里仍够天际，全献我信服的生命，由你全权来带领，如云都转，你名为星，愿你的各个行囊，也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当天所需要的食物，求你赐给我们。主耶稣仍然在马太福音有教导我们继续的祷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让我们都懂得经常去寻求神的公义，愿你的国降，愿你的公义降临。尽诚实公义正直的心，愿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你，作你看为义的子民。神求你喜悦我们的敬拜，献上诚实公义正直的心，愿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你，作你看为义的子民，唯愿你公义如土土干旱，公平如大水滚滚，神要起只要圣殿者，他能率受压的人，主掌握在人间，唯愿你公义如土土干旱，公平如大水滚滚，神要起只要圣殿者，
他们说受压的人与你共义共难。我哋继续嘅喺座位上面，喺站在地方，我哋为咗自己喺过去一个礼拜，我哋有感恩需要嘅事情，我哋可以喺我哋位置里面默祷。之后我会带领大家一齐祷告，最后我会同大家用主祷文去结束。请大家仍然站在我们的所站的地方默祷，感谢过了往神对我们的恩典，对我们的看顾。然后主席会带领我们再进行公祷。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过去一周，我们仍然有生命气息，我们可以继续的去生活在我们当中，去继续的感谢服侍你。感谢父神创造天地，叫我们能够可以有日头，我们可以照着我们行，夜晚上我们可以有休息的时间，我们很感谢父神的创造。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使到我们原先是有罪的成为无罪，更加的去叫我们免去我们的罪，叫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有这个救赎，有这个救恩。主，我们很感谢你，我们原先是不配的，但是我们可以藉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有永恒的盼望，更加的可以得称为儿子的名分。主，我们很感谢你，更加感谢圣灵在无时无刻的带领引导，更加的每天经常的为我们去代祷。很感谢心里的真神每天的与我同在，更加的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感谢父神继续的在带领我们的聚会，求神你保守我们之后的时间，我们都可以有何传道来到我们当中正道，叫传道何传道能够有智慧有能力的继续的去将神你的信息 去带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更加的去为到每个弟兄姊妹能够可以同心的去在当中一起的领受神你的说话，神你的福气。愿神你的国降临，愿神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大家可以请坐。大家请坐。之后就是本月的金句，本月的金句是在出埃及记十五章二节。我会先用广东话读一次。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
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现在诵读本月金句，取自于出埃及记第十五章二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今天我们很高兴，好，之后有信徒奉献的时候，我们请司事行前，我们在座位上面预备。下来是信徒奉献的时间，我们就在我们座位上，司事会到你跟前。全能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智慧能力去赚取每日的所需，也都祈求你帮助 未曾能够有能力的能够他们生活安好。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很高兴继续有我们熟悉有敬重的洪恒光传道来到我们当中正道。今天很高兴有我们熟悉的我们尊敬的何传道何恒光传道在我们当中正道。经文是在罗马书的三章九至二十节，取自罗马书的三章，罗马书三章九至二十节是这么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利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道，一同变为无有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盗弱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今日的讲道题目是在罗马书信息，全人类要面对神的审判。各位弟兄姊妹你们好，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
早晨，啊唔系，啊午安啊，午安，大家午安。嗯，啊，好高兴喺呢度见到大家。很高兴在这里再次看到大家，见到大家。我哋开始之前，我哋一起低头祈祷。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低头祷告。我爱我哋嘅父神，我哋愿你嘅荣光充满呢个圣殿。愿你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运行，愿我们被你的话语来到提醒，愿你的话语来到挑动我们的心，愿我们的心是向你回转，愿你自己掌管讲的和听的都是同感一灵，愿你在中间享受我们的敬拜，愿我们各人都是在你面前俯伏的敬拜你，还有在你那里得到你话语的滋润。我们在你面前的祈祷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好，今天我继续罗马书的信息。好，今天我继续罗马书的信息。上一次我讲人的问题，上一次我讲到人的问题，在人的问题那里我带出两个课题出来。在人的问题方面我带出了两个问题。等下第三第四前言那里。两个课题。第一，神的福音怎样改变我们？第一，神的福音是怎么样改变我们？我们从信耶稣那一刻开始呢，从信主耶稣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经历到神的大能在我们身上运行的了。我们就经历到神的大能在我们身上运行。我们也都因为主耶稣成为神的义，也因为主耶稣我们成了神的义。义的意思是什么？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无罪啊，就是无罪。好像神一样干净啊，好像神那样子的圣洁无瑕。因信主耶稣我们无罪啦，因为信耶稣我们就离开了罪。上次讲条件就是此信以至于信，条件就是此于信至于信，就是由信来开始，就是由信开始信耶稣，信以信来结束，以信来结束，就是每日你都要信 神每天都跟我们同行。第二个课题呢，上次呢就是那些讲不信神的人，或者甚至敌挡神的人。第二个课题就是讲到我不信神的人，或者是信那些抵挡神的人，他一生所面对罪的捆绑，一生就会受到罪的捆绑，活在痛苦和挣扎当中，活在这个痛苦和罪的当中，来生还要永远在地狱受苦，来生就要永远在这个地狱里边受苦。我上次还给了个表你们呢，我上回还给了发了一个表给你们，扔了没啊？扔了吗？那里是列出神和魔鬼的属性，那里是讲到神和魔鬼不同的属性，就是带出善和恶的源头，就是带出了善和恶的源头，给大家日常决定一个参考，给他大家来日常当中去参考。一个畜生班来的，畜生班，对不起，畜生哦，那是速成班，速成班。对不起啊。这个表，这个表格，就是好像一棵真理树的树干，就像一棵真理树的树干。我们顺住那个树干呢，就找出到那些树枝、树叶出来的了。我们顺着这个树干，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树枝和树叶。很多基督徒啊，他们拿着圣经一节两节就当是真理，很多基督徒拿着圣经里边的，拿着其中的一两句就当成是真理，只是拿着树枝树叶，只是拿着那些树枝和树叶，就忽略了个树干，就忽略了那个树干。所以我给大家个树干呢，等大家可以寻求正确的真理了。所以我给大家这个树干，就可以大家可以寻找到这个真正的真理。那个树干实在就是主耶稣他自己的，因为这个树干就是预示的是主耶稣他自己。好了，现在呢我就要跟大家讲下一个题目了。
下来我就跟大家讲下一个题目，就是全人类怎样服在罪的权势底下，全人类是怎么样服在罪的盒子之下。保罗说全人类要服在罪的权势里下面，因为这个保罗他说全人类都会服在这个罪的这个权势之下，不能够逃避神的审判，不能够逃避神的审判，每个人都需要救恩的，每个人都需要救恩。好了，我呢就玩一下少少花样先，我们改改花样来看看。我先从结论开始，我先从结论开始，然后再分解保罗支持这个结论的论据，然后再分解这个支持这个保罗他的这个论据。那他那里呢，保罗由这个三章十至十八节举出很多旧约的经文的，保罗在三章六到九节都讲了很多一些旧的经文。那有三个幻灯片呢，这张下一张再下一张，三张幻灯片呢，这三张幻灯片都是列出经文的出处来的，都引出了这些经文的出处。我不读了，我就不念了。在九节圣经里面呢，这是九节的圣经里头，我们找出罪的三个特征，我们找出了罪的三个特征。第九是啊，第一个特征就是，第一个特征是就在三章十一节，三章十一节都讲没有寻求神的，没有寻求神的，同埋三章十八节，十八节佢哋眼中不怕神，他们眼中不怕神。嗱，神话俾我哋知啊，罪嘅核心系乜嘢嚟啊？神告诉我们罪的核心是什么呢？罪嘅核心原来就系离弃神，唔怕神啦、啊。就是离弃神，不怕神。罗马书上次我讲罗马书一章十九节的时候呢，我们上次讲到罗马书一章十九节的时候提到，等我读了下，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即的原显明在人心里。神所创造的万物，神所创造的万物，同埋道德伦理，和道德伦理，人是知的，人是明明知道，无可推诿的，不可以推诿。好简单，我作个比方吓。我做个比方。好，我做个比方。我做个比方，打个比方。箴言书三章五至六节。箴言书三章五到六节。等我读啦。我谂大家都好熟噶啦。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大家背得好熟啦，系咪啊？大家都背得很熟了吧？这段经文，我试问有边个啊？甚至系基督徒啊？试问来有谁，甚至是基督徒，能在大小事上，能够在大小事上，都只呢句金句咁样嚟去寻求神嘅旨意啊？都能够按照这个金句这样子去寻求神的旨意呢？我哋世人做决定，有冇考虑神嘅道德同埋价值嘅标准呢？我们世人考虑事情，会不会考虑到神的这个道德标准？有没有将荣耀给回神啊？有没有归荣耀给神？神造我们就是想要荣耀反映出神的荣耀吗？因为神造我们是把想我们把荣耀反映出神的荣耀。所以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罪的核心。所以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罪的核心，就是将神从我们生命的宝座上赶下去，就是把神从我们的生命的宝座上赶下来，将自我放在我们自己的宝座上，把自己放在我们自己的宝座上，不容许神在我生命有存在的空间，不允许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存在的空间，不认做我们的神做父，不认我们的神做父，反而认害我们的魔鬼为父，反而认害人的魔鬼为父，对不对啊？对吧？第二种特征，第二种特征就是罪本身的荼毒性、破坏性和广泛性，就是罪的荼毒性、破坏性和广泛性。三章十三至十八节就提出来了。三章十三到十八节，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自从阿当夏娃堕落之后呢？罪就藏在我们每一条生命里面了。自从阿当夏娃堕落之后，罪就藏在我们每条生命当中。
進行滲透啦、荼毒啦、侵蝕嘅工作，進行一些荼毒、侵蝕跟破壞的工作。神起初創造我哋嘅靈魂同埋體咧，神一開始創造我們的靈魂體係完美嘅，是完美的，係反映神自己嘅榮耀㗎，是反映神的原來的榮耀的，係用神嘅形象嚟管理萬物㗎，是以神的形象嚟管理萬物萬物的。可惜，可惜，罪入咗嚟我哋裏邊啦，罪進入到我們裡頭，我哋有罪嘅靈魂體就變得好腐敗啦，我們的靈魂體就變成了腐敗。哇，有各樣的特徵啊，保羅帶出嚟幾樣的特徵啊。保羅就這裡就帶出了幾樣的特徵。喉嚨，喉嚨是敞開的墳墓，是敞開的墳墓。舌頭，舌頭嚇，舌頭充滿的詭詐，充滿了詭詐。嘴唇，嘴唇有鬼蛇的毒氣，有鬼蛇的毒氣。滿口是咒罵苦毒，满口是咒骂的苦毒，全部都是一个口的出来的，全都是从口发出来的。哇，我们就很小心我们的口啊，那要担心我们的口了，不只是吃东西啊，是出在一个口出来的，那样因为很多都是毒的，苦毒的不好的都是从我们口发出来的。我的脚啊，我们的脚就奔跑流人血，就奔跑流人血啊，行残暴的路，行残暴的路。我哋嘅心啊，唔知咩叫平安。我们的心不知道什么叫平安。啊，如果你有神嘅平安啊，里边真系好舒服噶，弟兄姊妹。呢个唔加上去嘅。如果有神嘅平安，如果有神的平安，其实我们会是感觉到很舒服的。我哋嘅眼，我们的眼目，唔怕神，不怕神，不怕神。以上一切都是从我们心里面发出来的，是不是？一切是不是都是从我们心里发出来的呢？不知不觉间，我们整个人的四肢和器官都用来行恶了。我们一个人的四肢和这些五官都是行恶了。嗯。那样啊，何生，不是全部人都咁残酷不仁嘅，有人就会反驳的说，不是全部人都是那么残酷吧？好多人都是良善和平嘅，很多人都是良善和平的。同意，同意吧。我要指出保罗喺度带出咧，但是保罗在这里带出的是，系罪无处不在，是罪是无处不在，渗透我哋嘅，渗透我们，而唔系保罗辩论紧犯罪的深浅度，不是保罗在这里分辨在这个罪的深浅度。所以无论你是不是大奸大恶都好啦，无论你是不是大奸大恶，你都不能够否定罪是藏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你都不能够否定罪是藏在我们心底里头的。有没有人说自己无罪的？有谁能够说自己一点罪都没有呢？举手啊，大家请举举手。有一位神学家讲得很好的，有一位神学家都说得很好，人未必是想象中那么坏，人虽然没有想象中那么坏，但是呢，人所行的未必是应该要行的那么好，但是人所行的并不是应该要做的那么好。约翰一书一章八节那里都讲，约翰一书那里也都说到，一章八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第三种特征，第三种特征，罪的普及性，罪的普及性。三章十至十二节，三章十到二十十二节，你睇到第十节点讲啊？第十节是怎么说呢？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两个没有了，两个没有出现。第十一节，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十一节说到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有两个没有了，又另外两个没有了。在第十二节，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第十二节说到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又有两个没有了，又有两个没有。
好啦，第十二节都是偏离正路，所以这些说都是偏离正路，就话所有都偏离正路，就是所有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一同变为无用，亦系所有嘅人都变为无用啦。就是所有的人都变为无用了。咁一共系咪有六个没有啊？这里总共是不是有六个没有？两个所有啊？两个所有。咁样咧，总括晒世上，这就总括了世上唔存在冇罪嘅人，不存在没有罪的人。我们个个都系罪人，我们每个都是罪人，亏缺咗神嘅荣耀，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神嗰个荣耀本来喺我哋嘅形象里边嘅，神的荣耀本来是在我们的形象当中。所以无论地上有几咁高贵，几咁有学问，所以我们无论在地上是多么高贵，多么有学问，几咁知名嘅思想家，或者是知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教育家、道德家、道德家，当佢哋跟神嘅形象有比较嘅时候，但是跟神的形象比较起来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得住脚噶，没一个人能够站得住脚。你问啦。那我们就会问，圣经有冇好具体咁样写到神嘅形象啫？你唔好咁抽象啦，何生。那圣经有没有讲到神的具体的形象呢？不要那么抽象吧。有，有旧约嘅摩西五经里边嘅律法，旧约摩西五经里的讲到的律法，尤其是生命记啊，特别是生命记，同埋新约嘅主耶稣基督嘅一生，和新约主耶稣的一生。所以旧约里边嘅律法是属灵的，所以旧约的律法是属灵的，是属真理的，是属真理的，是良善的，是良善的。但是律法好似一块镜咁样，但是律法就像一面镜子，照出我哋罪嘅本相啊，照出了我们罪的本相。真系唔好意思啦，不好意思，人冇罪就唔需要律法咯，系咪啊？人没有罪的话，就还要律法干什么呢？亦都唔需要耶稣上十字架为我哋死咯，系咪？也不需要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去死。所以保罗好清楚话俾我哋知，所以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律法本身系唔能够赦罪嘅，律法本身是不能赦罪的，亦都唔能够帮我哋洗脱罪嘅，也不能帮助我们解脱罪。好似世上嗱，你世上嗰啲法例咁样啦吓。好像世上的那些法律那样子，会不会说你犯了法，哎，不紧要，赦罪赦罪，不可以说你犯了罪没事儿，赦罪赦免你的罪。先两天我的车不觉意仔走咗入去 Hello 嗰度嗰个巴士线，前几天我不小心把车子加进了这个 Hello 这个地区的这个一些巴士 lane， 就是巴士那些的专用道，就罚咗我130磅。罚了130磅，但是即比就65磅。如果马上给的话，就减到65磅。所以系咪啊？律法唔能够赦罪，亦都唔能够解脱罪嘅。所以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律法是不能赦罪，也不能解脱罪。咁人咪好惨咯？那我们人不是很惨吗？我一生又孭住罪，一生还有什么罪情罪呢？要面对神嘅审判嗰种双重打击，因为面对神的双重打击，神的审判的双重打击。好啦，我呢一堂系等大家知道啦，我哋是否承认我哋嘅罪系咪与生俱来嘅？那就我们看我们是不是能够承认我们的罪是与生而来的？系需要解决嘅呢？怎么样解决呢？同唔同意啊？大家同意吗？冇岌头。好啊，跟住咧，讲完呢个结论之后咧，讲完这个结论之后，咁咧就保罗带出世上三类人都要受神嘅审判。保罗在这里就带出了三类人都要受的神的审判。呢三类人啊，都认自己系好人噶、哦。其实这三类人都承认自己是好人，自认应该受神的审判的、哦、应该受神的审判、啊、你去反驳神，你不是很公道，就反驳神你不公道。好了，第一类人在二章一至十六节，
在二章一到、啊、一章至十六节，二章一节至十六节。二章一到十六节说到，呢啲系保罗带出嚟系高高在上嘅道德家。保罗这里提到是高高在上的道德家，呢啲人时时站喺道德高地噶。这些人是站在道德的高地，责备人同埋论断人噶。责备人和论断人，但是他们犯同样的罪的，但是他们犯同样的罪，他可能指责人来掩饰他自己咯。其实他是指责别人去掩饰自己，这是不是伪君子的所谓啊？这些都是 伪君子。那这个情况不单止出现在个人的，这些其实不单止出自于个人，又会出现在群体，也可以会出现在群体教会，甚至教会，甚至政权身上都有的，甚至是政权身上，每个人都有错的，每个人都会犯错。如果不知错，或者知错又不改正，如果不知错，或者是知错了还不改正，就会令到人格分裂，就会使到人格分裂，人性扭曲，就会人性被扭曲，慢慢就造成有组织犯罪，慢慢就变成了有组织犯罪，贪赃枉法。贪赃枉法，冤案频频，冤案频频。保罗在二章三节嗰度好清楚嘅话，保罗在二章三节咧很清楚的指出，呢啲人能够逃避神真理嘅审判嘅，这些人不能逃避神真理的审判，同埋神要按各人嘅行为报应人噶，神要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人。所以二章同埋三章都系讲出神审判嗰个准则嘅，所以二章三章都讲出了神的审判的原则。咩叫真理啊？什么叫真理呢？就是我上次俾你嗰个咩神同埋魔鬼嗰个嘅属性嗰个分别咯，系咪？就是上次我给大家那个表格讲到神和魔鬼的不同的属性的分别，就是是与非，慈是而非，善与恶，善与恶，黑与白嘅界定，黑与白的界定。神会按人的行为和动机嚟到审判报应人嘅，神是按人的行为和动机来报应人。呢啲先系伸张正义嘅原则，这就是伸张正义的原则。中国人有句说话，中国人有句话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神立刻审判同埋报应，神不马上审判和报应，系因为二章四节嗰度讲，是因为二章四节那里说到。神的恩慈同埋忍耐，只是神出于恩慈和忍耐，愿意人有机会悔改嘅，是愿意人去悔改的。于是有人认为咧，就算错，所以有些人就认为，即使是错了，都要爱心包容忍耐同埋饶恕啦。都要爱心包容饶恕，忍耐饶恕，吓啱唔啱啊？对吗？错。错的错，完全错。因为罪在群体中会发酵的，因为罪在人群当中会发酵，使群体腐烂的，会在人体当中腐烂。我们要以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必须用爱心说诚实话。如果个人的错，如果是个人的错，是圣经的真理和道德的错，是圣经和真理道德的错。无论你身份有几高，地位有几高，无论你身份有多高，地位有多高，我们都拉埋佢一边，我们都应该把他拉到一边，用爱心嘅指出佢错处，用爱心说出他的错在哪里，同埋鼓励佢悔改，我鼓励他悔改。如果系群体嘅错，如果群体的错，群体就应该有一个机制，群体当中就应该有一个机制，将错处适当嘅带出嚟。把那个错处适当的带了出来，等群体来处理，让群体来处理，免得神的审判落在整个群体身上，免得神的审判落到整个群体的身上。你看下旧约神怎样审判以色列国，你就知道了。我们看看旧约里面神是怎么样审判以色列国，咁点会明白？同样可以审判教会，同样可以审判教会，神审判国家的，审判国家的。第二类。第二类就是活在律法以下的犹太人，就是活在律法下的犹太人。保罗是犹太人，所以他一定扔埋他们的。保罗因为他是犹太人，所以他一定会提到他们的。
猶太人話：我係以律法同埋國禮嚟誇口，因為這個猶太人常常以律法和這個割禮來誇口。點解咧？為什麼呢？律法咧，佢就話係神特別賜俾佢哋嘅啟示俾佢哋嘅。他們因為猶太人認為律法是神是特別賜給他們的啟示給他們的。割禮係咩咧？割禮又是什麼呢？割禮就係神同佢哋嘅祖先亞伯拉罕立約嘅證明。他们认为是割礼，就是神跟他们的祖先阿伯拉罕的这个立约的一个证明。犹太人以为神同他们有特殊的关系了，所以犹太人就自认为神跟他们是有特殊的关系，可以顺利上天堂了，可以顺利的上天堂，可以排斥，可以不是犹太人了，可以排斥那些非犹太人。保罗却指出。保罗这里指出，犹太人只是停留在头脑的知识层面而已。其实犹太人只是把那些圣经的真理是在这个存在这个头脑里头，这个知识的层面，不能够将律法的精义，不能够把这个律法的精义演绎到心里边，演绎在心里头，并且行出来，并且行出来。好似二章十七至廿二节，好像二章十七到二十二节。犹太人教人不可以犯律法，犹太人教人家不要犯律法，自己就去偷嘢，但是自己出去偷东西，奸淫、奸淫、欺诈圣殿的钱财，欺骗这个圣殿里边的钱财，或者偷窃外邦人庙里边的东西，或者偷窃外邦人庙里头的东西，系咪明显犯咗律法呢？这个明显就犯了律法嘛。割礼原来系原底系表征。神与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立约的记号来的。这个割礼是神跟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一个表范啊，立约的记号。是立约的一个记号。犹太人却反其道而行哦。但是犹太人就反道而行之，靠自己来行出律法，靠自己去行出律法，得神的喜悦。去讨神的喜悦，你话佢系咪违反因信称义嘅原则啊？他是不是有没有违反因信称义的原则呢？佢哋只系做外边嘅犹太人，他们只是做外面的犹太人，做外面肉身嘅割礼，做外面肉身的割礼，忽略咗重要嘅道德规范，忽略了真正的这个道德规范。不知道神要的是心里面行割礼，不知道神需要他们在心灵里头就割礼，靠神割去心里面的邪情私欲，靠神去割去心里头的这个邪情私欲。所以二章廿五至廿九节，所以二章二十五到二十九，二十五到二十九，二十九节，保罗话一切在乎灵。一切在乎灵，不在乎外在的仪式和条文，不在于在外在的意思跟条文。这个灵就是分辨是非的良心，这个灵就是分辨是非的良心，这个灵就是分辨是非的灵，善恶的灵。跟保罗的教导都适合今日的基督徒的，这个保罗的教训也适应于今天的基督徒。神要我哋做心里边嘅基督徒，是我们做心里边的基督徒，唔系外表嘅基督徒，而不是外表的基督徒，唔系只系崇拜嘅基督徒，不是只是来崇拜的基督徒。第三类，不活在律法以下嘅外邦人，不活在律法之下的外邦人。二章一节至二章十六节，二章一跟二到二章十六节。外邦人冇明文嘅律法，咁神靠乜嘢嚟到审判佢哋啊？外邦人没有明文的律法，那是靠什么来审判他们呢？神是审判他们呢？二章十二至十六节，等我读下。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呢就叫天然律法，这就叫天然的律法。Natural justice， 呢个就系人嘅良心，这就是人的良心。神嘅律法已经写喺咗喺我哋里边噶啦。
神的律法已经写在我们心里。这个供应是怎样，使到我们心里面有是非之心，使我们心里面有是非之心，有罪疚感，之心有罪疚感，有罪疚感。在我们决定的时候，心里面有挣扎，在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挣扎，或以为是，或自以为是，或以为非，或以为非。嗱，我要搞清楚下，保罗唔系呢度讲紧以良心得救啊吓。这里不是说良心可以得救，唔好话，哎，学生呢度咪咯，良心咪可以啊得救咯，冇事咯咁样。这不是说，哎呀，这里就说到良心可以得救，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二章同埋三章都系讲审判嘅标准。二章跟三章都是讲到神审判的标准。事实上，人唔可以靠良心。其实人是不可以靠良心，良心已经是受罪的污染，因为良心已经受到了罪的污染，不能够随时分辨善恶的了，不能全然去分辨善恶。好了，第四，神审判的原则。第四点讲到神审判的准则。好了，在犹太人身上神赐了明文的律法，在犹太人的身上已经颁下了明文的这个律法，在外邦人身上神将律法写在我们的心里面了，在外邦人身上神把这个准则律法已经写在人的良心里头。神很幽默的、哦、神是很幽默的。神看你的反应是怎样，神看我们的反应是如何。神的准则不是我们头脑认识律法有多少，神的准则不是我们头牛脑里头知道律法有多少，也行出良善的律法有多少，而是在于我们行出的律法的 良善有多少。不好像犹太人那么拥有律法，不是律法像律法人、像那个法利赛、那个纵行律法拥有律法，而是真正的行出律法。保罗在二章十六节那里更指出呢，主耶稣是将来审判人的主。保罗提到耶稣就是将来审判人的主，并且审判人一切隐秘的事，并且审判人隐秘的事，神秘是隐秘的事，即是我们一生的所作所为，就是我们一生的所作所为。在审判的时候，我们一生的所作所为好像幻灯片那样放出来的，我们的所作所为好像将来就好像要放那个幻灯片这样一幕一幕的放出来。保罗再加一句，保罗再加了一句，照着福音所言，照着福音所言的意思就是这个福音可以带我们免去神的审判，就是说这个福音能够带来我们免去神愤怒的审判。信耶稣得永生，就信耶稣就得到永生，更因信就因信将耶稣的生命活出来，将耶稣的生命活出来。好了，讲了这么久了，好，讲了那么多了，有没有黑眼瞓啊？大家会不会听着打瞌睡呢？有没有困啊？你有困了困了、啊、我们应该怎样面对自己了？我们如何面对自己呢？好明显啊，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啊，很明显，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都不能够以明文的律法，即是写出来的律法或者心里面的律法，都不能够用这个明文的律法或者心里的律法说自己完全说自己无罪的，说自己是完全没罪的，因为全部人都伏在罪的权势底下，因为所有人都伏在罪的这个权势之下，做罪的奴仆，而且还要做了奴仆，服侍紧魔鬼，服侍那个魔鬼，魔鬼。纵使我们想选择行善啊，即系想选择做好嘅咧，即使我们想行善做好一点，我哋灵里边都冇咁嘅能力啊，我们也灵里边也没有这个能力，将个善完全行出嚟，不能将那个善完全的行出来，好似神一样咁美，好像神那样子的美。好似正话所讲，我哋唔单止做奴仆侍奉住魔鬼啦。我们不但只做奴仆服侍这个魔鬼，还要活在神的审判底下，你又几咁绝望？还要活在这个神的审判之下，你看是多么绝望。但不要紧，不要紧，我们一定要面对这个事实。我们一定要
面对这个事实，就是我们有罪这个事实，我们就是我们有罪的这个事实，不要怪其他的因素，不要怪别的因素，其他的因素，好像很多人说，好像很多人这么说的，嗯，遗传啦，是遗传所以这样的，遗传所以造成这样，教育制度啦，教育制度啊，家庭背景啦，或者家庭背景，嗯，啊，社会败坏啦，或者社会败坏，这社会都人哋嘅错，唔系自己嘅错，全都是别人的错，不是自己的错。事实上咧，神已经预备咗拯救嘅方法噶啦。其实早就神就预备了拯救的方法。神话你有病喎、哦。神说你有病，就个病系罪嚟、哦。这个病就是罪，佢系医生嚟、哦。神是医生，你接唔接受佢嘅诊断啊？你相不相信神对你的诊断呢？圣经话系啊，神啊，我系有病啊。如果你是承认，哎呀，医生啊，我真的是有病啊，罪真系充满我嘅身体啊，罪真是充满了我的身体，我真系亏缺咗神起初创造我嘅荣耀啊，我真是亏缺了神当初创造造我的这个荣耀。我哋原系以神嘅形象做嘅，系咪啊？我们原来是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对吗？罪入到我哋里边，罪进到我们，将呢个形象污染咗，同埋破坏咗啦。将这个形象，这个污染和破坏了。神好愿意整个救赎嘅历史里边咧，就话好愿意还原翻嚟，要把这个整个拯救的历史嚟还原过来，用自己嘅仔嘅血。用自己独生子的血，神将他的独生子的血洗净我哋嘅污秽，洗净了我们的灵魂。神并差遣自己嘅灵，即系圣灵。神还差遣自己的灵，也就是圣灵，住喺我哋生命当中，住在我们生命当中，还原神荣耀嗰个形象同埋身份，还原神的这个完这个这个形荣耀的形象和他的身份。唔单止日常嘅生活里边可以分辨到善恶，不但只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生命当中能够分辨这个善和恶，仲有里边有力量，呢个我哋叫他力，还有我们里边有力量，也就是我们叫他力，行出善嚟。行出善来，我哋系咪应该要感谢赞美我哋嘅神啊？确实要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意识到现今咧，好多社会上同埋教会当中，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嘅教会当中，唔谈罪嘅问题嘅，不谈罪的问题，佢都同我讲罪嘅嘢，千万不谈罪，我只系讲爱，只是讲爱，包容，包容，接纳，接纳。我咪话呢啲系错啊，但系喺咩层面里边运用啊？我们没说这些是错，啊，睇下乜嘢层面里边运用。看看是怎么多是什么层面上？大家知唔知道呢个就系魔鬼嘅诡计嚟噶？大家知道这就是魔鬼的诡计，佢就叫人唔好注意罪啊，叫我们不要注意罪，好成功咁样隐藏咗魔鬼嘅存在啊，很隐藏的是魔鬼的存在。冇罪咪唔需要救恩咯，没罪就不用需要救恩，就唔需要主耶稣钉十字架咯，不需要耶稣钉十字架，就唔需要教会咯，就不需要教会。你唔好同我讲耶稣咯，所以你别跟我讲耶稣啦。呢个正正系西方教会没落嘅主要原因，这就是西方教会没落的原因。弟兄姊妹，你的选择是什么呢？弟兄姐妹，你的选择是怎么样呢？你需不需要耶稣呢？你需要耶稣吗？现在有两分钟的时间，大家委树在圣灵怎样感动你，然后在位置祷告，我和你一起的同心祈祷，两分钟之后一起同心祈祷，好吗？现在先花2分钟，大家在你的座位上默想一下，思导这个思想一下，默想一下，然后牧师会跟我们一起同祷告。
哋父神，我哋真系满心嘅感谢赞美你。愿你喺罪入到嚟世界，充满晒我哋罪嘅之后，神你睇到我哋受咗罪嘅捆绑，世界嘅堕落，整个世界完美嘅情况变成破坏，整个天气气候各方面都受到摧残。有地震，有瘟疫，有各方面，有我哋心灵里面嗰种嘅挣扎，好痛苦，好痛苦。原来嗰个时间已经为我哋预备咗救恩，你已经以你自己嘅仔主耶稣基督嚟到世上，经历罪嗰个痛苦，同埋为我哋死，为我哋钉喺十字架上，为要成就呢个救恩，叫我哋乜都唔使做，只系信就得啦。信耶稣就解决到喺我哋里边嘅罪，同埋罪一切嘅痛苦。父唔单止仲将你自己嘅灵摆我哋嘅心里边，叫我哋有力量嚟到分辨到乜嘢啱咩唔啱，仲有圣灵嘅力量教我哋点样行出嚟。我哋真系仲需要啲乜嘢呢？神啊，祈求你让我哋都明白知道我哋人类现今嘅境况点样，让我哋都唔好靠所有嘅一切嘅咩学术性嘅资料，乜嘢嘅世俗嘅教导，而系翻翻嚟你嘅面前，认我哋自己是有病，是需要你医治。神啊，祈求你帮助我们，在下一讲的时候就是带出主耶稣的救赎了。求你自己亲自与弟兄姊妹同在，保守住他们，让他们听到的道不是只是过眼云烟，而是将保罗所讲的说话深深地藏在他们心里面。神啊，祈求你亲自与他同在，你爱他们啊，神，你一定是爱他们的。我感谢你，感谢你今天的时间，让我们在你面前俯伏的来敬拜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让大家一起站立，我们同唱三一颂。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同唱三一颂。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森林同造之恩，天上万军颂赞之名，赞美神父圣子圣灵，阿们。我们请何传道为我们祝福。我们请何传道为我们大家祝福。愿我们以一个感恩和信心接受从上面而来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你的慈爱和保守、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交通、保守和保护，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大家请坐。大家请坐。好，跟着就是家事报告的时间，欢迎
各位新来宾或者弟兄姊妹参加我哋呢个中文嘅崇拜，咁好想用少少时间，我哋都可以喺安全嘅社交距离底下，我哋可以向我哋隔离左右嗰个可以远安全距离底下可以有问好同埋祝福嘅机会。我俾半分钟时间俾大家。下来，我们是给少许的时间，我们就在我们座位上向邻近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挥手致意，都互相问候，保持这个安全的社交距离啊。好，请问有冇今日我哋有冇新来宾？有没有新来宾？有新来的朋友吗？新来的朋友。好，哎、我哋是试试，系有没有？第一。我哋都好誠意嘅去歡迎你。我哋當中有我哋嘅新來賓係一位係叫做余學勇，另外一位係余學勇，另外一位係余航。余航，可唔可以站喺你嘅位置裏面？我哋可以站起來，但大家認識一下你，係啦。余學勇、余航是吧？歡迎你們，歡迎你們。亦都衷心盼望你哋可以繼續參加我哋嘅聚會，一齊去認識神。也欢迎你们以后有空都能够过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欢迎你们。英文崇拜仍然都会在网络作崇拜的。咁时间是同一个时间在下午的一点钟。英文崇拜还是继续下午一点钟是这个网络崇拜。再次代表教会多谢今日来我们正道的何恒光传道。教会再次感谢今天何传道为我们教会来正道。嚟緊喺下個月嘅10月4日有我哋教會嘅三堂嘅聯合崇拜，係慶祝我哋嘅週年紀念。下個月10月4日是那一個主日，是我們的中英文堂的聯合崇拜，是慶祝我們會慶。係啦，大家知唔知道今年係我哋倫敦華人宣道會嘅第幾週年呢？大家当中有没有知道我们这那是今年是我们轮宣是第几周年的这个会庆？系啦，我见到弟兄姊妹真系好醒目，30周年。是30周年。系啦，我哋嚟紧10月4日就会庆祝我哋伦敦华人宣道会30周年嘅会庆。咁希望大家可以嚟到当中一齐嘅去敬拜神。就希望大家能够在那一天10月4日那个主日能够一起回到来这里，一起参加我们的崇拜，来也庆祝我们的会庆，数算主恩。在网络当中的弟兄姊妹也都可以继续透过银行存户去继续作奉献的。如果是这个参加这个网络崇拜的弟兄姐妹，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银行账户来做出奉献。大家都可以繼續在我哋禱告當中去紀念我哋認識嘅弟兄姊妹，有各樣嘅需要，都可以繼續喺司禱當中可以為到佢紀念。我們也能夠，我們也繼續在我們的司禱當中紀念我們當中身體有軟弱的弟兄姐妹，去紀念他們。特別嘅為到我哋當中有肢體軟弱嘅弟兄姊妹，有林秀梅姊妹同埋五月和弟兄。继续纪念我们身体有软弱的林秀梅跟这个五月和弟兄，还有我们认识的经常在我们当中为我们正道的简戴德牧师，身体都抱恙，现在仍然都留在加拿大，需要接受治疗，希望大家继续在代祷当中，希望他早日的康复，回去巴黎，去安全的回到巴黎去继续的去服侍。也请大家纪念在法国宣道会这个简戴德牧师，他身体抱恙，现在回到了加拿大去医治，请大家在司祷中去纪念他的康复。崇拜即将结束，请大家继续在座位上面默祷，我们结束聚会。我们的今天的崇拜就到此结束，大家在我们的座位上继续默祷。